吗？肯定是没有啊！我从以前玩 F 九玩到现在，是从来没有崩溃过，我对你很有信心。来，星宇，你很明显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根本就不是在讲虚干，我现在听出来了，他根本就是在讲心，他看他到底在搞啥虚。来，星宇，你很明显是玩粉了。真的，他是讲心语，是我另外一个时光泉的朋友，也是大玩的干妈，我笑死，他是不是记错人啊？啊，算了啦。不过这次是欧的啦，来这个真的，他从这里讲，后面没有一句是讲正确的虚语，他到底讲虚语还是熏语还是虚语，反正西语也有，熏语也有，然后虚就是没有虚语，就是没有正常的虚语。关系，对，我其实蛮喜欢星巴克的。虚语要抠下一位的那个圣诞礼物喽，你看。这时候玩黑聚会，他虚语就讲得很清楚。他妈的，怎么这次直播？他是干爹星宇。好，星宇要抽福袋加西边。给我啊！真的是。哎，真是。